请坐。哎，各位学员，歹势吼，我紧着时间啦，我做即马这段时间，互大家来自由发问啦，吼。啊，看有啥物问题，大家来互相探讨研究，吼。好，啊，有啥问题，请举手。当作无良有机的阿子，是个拢卖西药啊，干用掠的啊，哈。好来，我来解说啦哈。好。有机的吼，确实无遐简单，你爱专心佮专业，吼。比如讲菜较短短期，这一般拢较好做。那果树，迄困难度就真高，嘿，果树，所以你要讲食着有机的水果，真困难啊。除非无就介绍爱足贵的，吼、哦。那么蔬菜，因即马有发明一寡吼、哦，比如用生物的方式，吼、哦，用啥物同款的物件，会去甲相克的，或、哦、者一个，啊，另外一个就讲用辣椒啦。啊，是用蒜头咧夹夹咧，咧喷伫个叶啊顶面，和这个虫袂爱食。哦，这一个方式，这都卖用农药的方式。哦，啊，过来你家己爱定去巡。哦，啊，那有看到有病虫害，看是要赶紧把叶啊割掉，还是规丛抠掉？有着菌的，哦，闹着菌的爱规丛抠掉去烧掉。哈、哦，啊，土壤哈、哦，就是讲一般你上好是有铺啊落啦。这个先打底做有机肥料，哦啊，原则上就是讲，若无爱有发臭，因为台湾人工贵，所以你上好是铺迄个杂草抑制剂，卖发臭，啊，你就较免为着草啊，你干那割下草，诶，工收无遐菜钱啊，袂好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现在农民会去用肥料，就讲用肥料较紧、较先工，哦，这个方式，哦、啊，那么割秋。我认为，若要做有机的，就差不多红龙果，你先来试做。你若红龙果做会起来，卡过来做其他，因为其他的果树，迄难度真高，无遐简单。好，好啦，啊，佫有其他的问题无？好来。你对这个有机肥有甚物研究到甚物程度？有机肥，啊，我即马知影吼，有一间。会当做有机肥哈，伊个有机肥一工就会通完成，吼，过一礼拜后通啊包装，啊通用滴茶，吼，啊水果，啊是蔬菜、花拢会使，啊即经过研究一种个免蛇农药个物件，伊生产过程内底有跟个物。副产品啦，吼，会通做液体的吼，啊，伊带迄内底有接一挂有益的益生菌，啊，转伫这个菜啊、水果的顶端吼，无毒啦，人食无要紧，但是呢，普通虫啊，啊是蚜，下落去放卵，迄、那个卵壳，啊是一个膜吼。会吸到迄个菌食去，啊，迄食去迄个虫啊，都未出啊。哦，像拄啊看过咧，菜迄青虫啊，都未出。啊，甚至于有迄个甲壳类的迄个有壳的，伊这个菌嘛会通将迄个有壳的壳甲食掉。啊，食掉迄个壳，迄虫啊嘛死。所以讲，这个是真好的迄、那个。啊，但是要经营这个迄、那个。差不多都要5000万，有5000万，啊，差不多有一家地，吼、哦，啊，诶，这个所在都会使经营，啊，无草，未草，好、哦，谢谢。咱即马台湾的生物科技，吼、哦，嘛研究了真侪新的方法来做。在咱农业来用的这个肥料哈，那么我本身爱先讲较浅的吼，
因为你讲的有较深吼，其实咱唔免想计较，讲要家己去做肥料啦，吼。除非讲你有空间、有所在，会当收集一寡废弃物，吼。就比如讲，果菜市场所拔落来只虾，哦，这拢会当做有机质的物件，哦，你爱去回收这物件，哦啊，有一寡人台鱼啊的长啊长多，也是。地当啊，哦，遐物件，但是遐拢真臭。你若无迄个技术，你家己摕当啊凹，造成附近的环境的污染，这有时啊邻居会抗议，吼、哦。那么我是想讲，以咱家己不论少量经营，上大先你还有一个观念，什么是有机肥料，啥物话是有机肥，噶有机肥。你要先看伊氮磷钾的三要素加起来，袂使超过十。哦，你呐，化学肥料有诶，敢若头前迄个氮肥15，都超过十啊，即个就绝对毋是有机肥料。甲一个人去买着有机质的化学肥料，大大咪就甲为果树甲压落，迄丛树啊煞要咸死。哦，即真侪人毋知影情形下。哦、我买我那有机肥，其实伊是讲化学肥料内底有含有机质，比如讲茶夫，还是米糠，吼、哦，稻壳迄款来有无？还是一寡迄个树叶啊、凹的，含含做一个，迄是有机质。有机质甲有机质肥料无同款物件吼，这个观念要先弄清楚，无你会把你的果树还是你的菜压压死。哦，会咸死，迄浓度伤高。化学肥料是爱少量多餐，吼、哦。你个包括有机肥嘛，同款。若你拿去买规包的肥料，你爱先看伊个肥料的成分，氮磷钾你甲加起来，那超过十个，迄就唔是有机质的有机肥料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过来就讲，咱买落肥，就我头拄讲的，啥物时阵适当的。分量，哦，啊个氮磷钾比例，哎，若要予蟹仔咬发青脆，就是氮爱高，磷钾爱低，好、哦，啊，那么要予开花，爱控制水，莫予食伤济水，予迄张树啊有危机意识感。哦，所以讲是安怎，乃至那人爱甲环科，哦，爱杀鸡爱甲固，就是讲固予迄个输送的水线。我都上水去你给电管，啊！即马伊上半部也有危机意识，讲我得要用打死伊啊，所以我爱赶紧开花结果传宗接代，这是咧个欺骗啦！哦，你注意甲看，卡住啦，九重阁正伫即个台一道一边啊，拢无人咧压水打酷酷，哦，开甲足水个，啊！咱正伫厝边吼，想到着甲破着了水咧，哦，叶啊发甲红沙沙，结果。花开无几蕊，哦，迄就是伊食了伤好，无危机意识，伊就无想要开花传宗接代，哈、哦。但是你若花来了，花苞有看到了，你的水就要正常，伊一天爱食偌济，你就要有偌济好食，哦，袂使阁向阁失水，失水会造成生理性的弱果，哦，啊，包括比如向阳拄着寒流，迄嘛属生理性的弱果，尤其阮屏东的南部吼，那、哦、寒流来。足惊寒流的，好、哦，所以有机肥料，咱相信遐专家分去做得啊，啊，咱来个买来用得啊，吼、哦，省时佮省工，吼、哦，专业的工位，互专业的人去制作，伊个配方，肥料配方有够多，吼、哦，啊，你上好是原来爱买一个肥料切来看，有一个基本的概念，吼、哦，你要用啥物肥料，毛。固态一粒一粒的，哈、啊，有粉的，有水溶性的。啊，那像我是拢用自动灌溉，我拢用水溶性的。我甲倒到我的水桶啊内底就好啊。电脑开咧，伊就自动就送伊，哦，到我每丛树啊遐去。你唔免阁哦安尼一地拍咧，安尼一直用手压，吼、哦。啊，但是我即摆在讲的，这是这个我的树葡萄的部分啦，哈、哦。啊，那红龙果，吼、哦，我就爱用有机质的肥料落去压。
迄就较无大啊，迄一定爱用人工落去啊。因为有机的拢有有机质，啊，若有机质，就一定有一寡杂质较大粒的。啊，你迄个倒落，你个桶啊喷出去，所有的自动管拢塌了了去。但是是袂讲规个拢塌了，会成为我的过滤器哈。莫达要杀出去之前有一个过滤器，遐先塌死人啊，压力伤大。会去把迄个过滤网整歹，啊，迄内又破空，遐个杂质出去吼，啊，着规区拢总头头拄爱一粒一粒，我着爱逐日拔开清，哦，迄个工资着大，吼、哦。佫有啥问题无？来。这个我有惨痛的经验，树葡萄开始好食吼，伊煮我迄阵唔知影，见乌就慢啦。其实个乌了开始算，伫第八天到第九天上好食。乌慢第一天去食吼，比如我慢落去食，哎，你讲有巴拉味；第二天慢落去食，哎，讲有涩起味；第三天慢落去，伊讲。嗯，荔枝的味，啊，啊，第五天伊讲，哦，这跟葡萄结同款，啊，有讲百香果，我拄啊听六种啦，吼，啊，这唔是咱人爱食呢，连鸟嘛足爱食呢，吼，啊，由于寒天吼，那即阵中秋节过，过头两个月南部落雨，我树葡萄就过会开花了，过生，啊，冬天差不多爱四十二天，迄个果实才会成熟，啊，我做个加下哦，差不多伫个第。十一二天吼，开始有变个酒味，酸不酸甜，啊，佮香，佮有酒味。哦，我上爱食迄。哎，你若佮下较久个，就像葡萄酒啊。啊，有一天我伫困中昼，我鸟啊，迄、那个白头翁上爱食。白头翁拢拢讲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巧克力，有呾无？哦，拢会叫这个声，巧克力，巧克力。因为我刚刚听，哦，迄、那个讲安怎呢？伊讲伊食骨力、醉骨力、食骨力、醉骨力，吼、哦，吃一整天，醉一整天，安尼啦。吼、哦、吼，我听着要昏去。吼、哦，哦，啊，另外一只吼，伊可能有学过算术，伊讲伊食几粒，即落塞一骨力，即落塞一骨力。吼吼，啊，所以，吼、哦，我去着，我着去。去迄落东港遐有咧鱼港有咧卖鱼网啊吼，都用买吼、哦、买万几个鱼网啊，规只两只拢甲扛起来。哇！伊讲嗯，啊奈个白头翁伫来咧食，结果我甲观察，原来伊是先休在网啊顶外，啊我迄阵想讲买网啊食空个呢吼，啊伊个时啊天开变啊飞入去，无可能嘛。我结果是歇咧，阵像咧钓冬瓜，阵用海海里边。我无猜，我开万几块过了工。我想好，啊你我用网啊包入来咧，啊你飞你嘛飞袂出去。我迄阵好，迄差不多十九年前吧。拜托，我落去啊，迄阵有 BB 这机的 BB 枪，哦，塑胶粒啊，迄无，特别个拍。伊看我来嘛，又在看我行到伊安尼前来，迄阵。时代天气大，地震三秒，准走出去。我又被打败了。所以无多准遐网啊，搁拆来，搁去买较细空的啦，吼、哦，安尼防止呢。就只有这种方法啦，我看没有其他方法。吼、哦，啊，搁有啥问题无？我、哦、啊，我网啊，哎，那个网子吼、哦。啊，下落到涂骹全部封闭哦，无伊原来你若有下骹有一空，伊原来往行路行准入面。啊，免拆，因、欸、那个迄渔网吼、哦、很耐用，它可能有加那个防紫外线的哦。我那个用了十几年还在用。OK， 啊，迄、那个有一届吼、哦，因为我遐拢无咧除草药啊，所以长长的蛇足侪。啊，有一天吼，啊，我有鸟鼠啊，啊，伫树葡萄的树卡遐有一空，迄鸟鼠啊空，
哎、啊、蛇就没力气假硬要去嘛哈，结果被我的网子绊住了。阿、啊、阮哥哥迄阵有咧甲我斗做工活，伊看着讲，着招我要来掠迄只蛇，啊，着叫我讲，啊，来你为买啊救，啊，我着三日着甲救啊，伊哦三救过，啊，伊着三一支锤啊吼，为迄个蛇头啊甲刺咧，啊，即摆佫救过，伊着佫甲刺咧，啊，救到尾啊，啊，我着心不在焉，伊讲，嗯，阿太救出来吼，嗯，阿太是买啊。啊、我这边抓头咧，啊、我听来伊讲，嗯，阿太是买啊，我准手紧放我立定跳远，唔要跳远咧，吼、哦，跳得有够远咧，两个甲两个兄弟啊，都笑几波，唔知头啊，唔知尾，吼、哦，我就是讲，伊是为外口装入去头，一定伫迄边啊。我这边买啊草红沙沙，伊叫我救我，凊彩杀就甲救啊。一二三救，好救。伊讲，嗯，阿太是买啊，我著紧跳走啊。好来，阁有啥问题无？来。歹势，我因为我是种苗商，我拢请我的厝边。隔壁亲戚朋友食只鸡爱不言话，来，搁有啥问题？好、哦，安尼应该先啊吼。好、哦，道理爱甲伊个条件拢做甲足好个，七年才会生啦。所以一般啦，一般个民众差不多拢爱八九年以上。嗯、来，搁有无？迄个火龙果的伊的迄个生长的温度啦，啊，甲咱咧种的迄个行距吼，大概要多少？这个行距哈，上好是差不多十尺啦，大概是三米遐吼，因为你双边垂下来吼，啊这边垂下来，你中爱有差不多一米五，通好会当行路，因呐啦。伊个枝条有时啊，那伊也袂重量也袂够，是发突出啊。啊，着长有长度有够，伊靠重量伊较会自然个洗我来。哦，啊，即春天个时发较真窄，啊，你煞无法度行路。哦，啊，但是阮是用迄个地刀啊，吼、哦，差不多有四尺，着甲剁断啊，安尼较会生，爱互洗落来。火龙果你若举起安尼短短啊，袂生，它一定要垂下来。好、哦，啊，过来，种火龙果愈热愈好。嘿，所以阮屏东会当生十一摆，拿来到中部可能生九摆。嘿，我大细粒南南做一个，我无咧风景的，我迄、那个四十块一斤。啊，五斤一包，两百，来，袂歹啊，平均我是大细了南州的呢。嘿，若你要甲分的，大粒的头会当六十，中的四十，细粒的看二五啊或者安尼。嗯，你。斤哦，嗯，袂歹，无迄落行情，可能臭皮的吧，吼、哦。火龙果若伫冬天介绍上好，就上尾啊放花迄个果上好，上好个，迄差不多行口有法度到一百五，嘿，红白哦，嘿，诶，有诶人较个碰碰着啦，嘿。诶，那两百块吼，我话大家拢正红两个啊，诶，诶，对，因为红两个先工啊，唔免啥物嘿，唔免洗话啊嘛，无啥物工过，干那开春迄个枝条有够长了，爱甲剁断安尼尔，吼、哦，啊，授粉我甲你讲，
我发明一部素文，较早素文拢爱用设计油擦枪啊、扎底碗，安尼温一个当温对无？免即嘛，我拢用迄个加盟枪，咱咧枪汽车的加盟枪无？背背着啊！即丛的花温一个，来温即丛的花，安尼一直甲温过，吼、哦，足轻松的。哎、欸，这部是，哎、欸，自但是有时啊，伊的啊，老胖是上好啦，吼、哦。好，时间，歹势，时间的关系吼，好，安尼我今仔讲到这，多谢。今日，好，休息十分钟。